都在问。他在生活中真的就是一个大哥哥，然后对我们很关心，很照顾我们，就很有哥哥的样子。因为他是最大的，所以有管理能力，有他在的话我们就是会好好听他的话。他在其他人面前呢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，可以照顾我们。在宿舍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够不着什么东西，他当时就会在旁边帮助我们。啊，我找到了，薯片在这儿啊。你帮我够一下，够不到。你够出哪个位了？所以他特别关爱我们，体贴我们。我是韩宇，韩宇的韩，韩宇的宇。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，他也很爱开玩笑。我的性格非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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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朗。哥哥的性格是那种但是我对自己不认识的人呢就会很内向腼腆，因为我会害羞，因为我会害羞。韩语我们都喜欢叫他贾宝哥，贾宝哥，贾宝哥，其他人喊他贾宝哥，我喊他贾宝，他们都要叫我贾宝哥哥。因为之前他在他的舞蹈俱乐部里，好多人都叫他贾宝玉或者贾宝。What is the message? Who's the boy? 我们六个是有实力、非常帅气、又贴心又温暖的六个小暖男。Boy story,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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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y story. Oh no, 无法停止。No way, no way. 这就是我的舞台。Chitty bang bang, chitty bang bang.别忘了下次继续收看我们 Who's the Boy。 如果 Boy Story 是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。